喽。现在是大中午，所以我戴了个帽子出来，我就怕一会儿太晒。今天是清华所有留学生的一个国际文化节。我刚才跟舍友去食堂吃完那个铁板回来，所以现在特别饱，就想出来消消食。还有表演节目，我已经看到他们了，好多人呢，好热闹啊！跟我一起进去看一看吧。
韩国炒年糕，吧？日本的在这里做章鱼烧。累了累了，逛了一下午了，我已经。各国人民都好热情的，不过还是非洲的同学最热情，然后亚洲那边是最多吃的，非洲的同学一直在打鼓啊跳舞啊什么的。看到我同学他很认真的在给别人讲解，我就不打扰他了。这个尼泊尔小哥是我们班同学。哦，然后西兰花、鹌鹑蛋、海带，百叶有吗？买点零食回宿舍，一共多少钱啊？没事，不用啊、哦，这个是鸡爪子，刷脸吧，好了吗？收餐成功，收到二十四元，谢谢您的付出。还拿我的奶茶，买了这个，爱我你就啃我呀。然后我是买了一个大满贯珍珠奶茶，然后我现在就在超市里面吃一下，还有那个座位可以坐在这里。